你怎么会突然来找他？不是因为这间店我知道很久。他真的很冰冷，应该很可以。那个，我就觉得就是开心的玩，分享一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东西给大家看。小妹，你是真心的吗？你是真心来评我吗？你怎么会突然来找他？不是因为这间店我知道很久，昨天看你限动。然后他说要来看一下，所以你本来就想来了，然后我想来，但是我找不到借口来，因为我们平常不会联系。对，他跟我是就是与世隔绝，我们俩是大概中间隔了一道鸿沟，完全没有重叠吧？没有重叠很多啦，有重叠吗？可能那个，可能那个过年的部分。完全不同世界的人，他平常看到我跟人看到不一样。没有，我觉得后来证实，可能某部分我们是同世界的人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姐姐被抓几次吗？四次啊！真的？搞不清楚状况。你好厉害！而且是警察直接冲进来的啦。但是我想跟大家就是，因为我觉得九妹今天来，让我觉得说，我觉得很温暖，因为我自己以为九妹都很怕我。我怎么会怕你？我其实平常是哀人，然后我今天要来之前，我还特地先喝三杯。九妹现在在台湾只喝酒，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。出国玩，好不好？合法，一切合法。可是他真的心啊，应该很可以。那个，就是觉得就是开心的玩，开心啊，分享一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东西给大家看。自从他出事之后，我就觉得同道中人，我慢慢懂熊妹。My man， 强强 My man， 人家姐姐都在推合法化了。安乐死合法化，也是啦。我觉得人应该要拥有可以掌控自己生命的权利。当然是需要医生来评估。对对对对，突然进入到一个蛮深刻的话题。我不敢说我懂你，但我觉得我可能部分跟你是有共鸣的。你是被拍到吗？好，可以。哎，我都是看你的影片啊，因为我以前是很没有经验，然后看你的影片之后，我才觉得说。我就 care 别人说你什么，然后别人不 care 别人管你什么，就是别人当说你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他讲的那一天我还在 care， 所以等到我清醒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已经忘了。对，你只要开心过好你自己，不要让你自己活得漂亮，活得靓丽，把所有的精神啊投注在自己身上，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靠山，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力量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是最漂亮。就是你也承担了一些东西，是啦，自己的事情。哎，你这集结尾做了没啊？差不多了。我下次带你去荷兰，一起出去玩。要 Q 回来，我们要结尾，我们要结尾啊！哇，哎，你在这里都休息了，然后给他吼的话，他会吼你。你在床上 S 还是 S？ 通常都是 S 哎。他是真的很能跑，你要喊几声？没有，会掐我吗？我这么讲话没有。那你塞住我嘴巴。废话那么多干嘛？又起来呀！那他起来，起来，现在怎么样？还是跪下来？我看一下，让我看。这边就是不只是梦影，还有这种超级美的。化妆花几个小时？三小时。我平常是这样化。这里的餐厅呢，有三层楼的空间哦，三层楼的类型通通都不太一样。如果呢，你是跟三两好友聚餐的话，单纯只是享受餐厅的气氛以及帅气的那种帅哥服务的话呢，很适合在一楼吃吃饭，因为它就是像餐厅的感觉，还有调酒吧可以让你尽情的享受。那如果你是想一群人看表演，像我们刚刚跟那些大妈的话，你可以在二楼的表演舞台包厢，你可以尽情享受所有猛男给你的这种欲火焚身的招待。那每个月都固定有这些精彩的表演，像艺人表演秀、猛男秀、变装皇后秀，还有韩国欧巴的这种跳舞秀。那如果你想要办 party， 像我们这样享受个人隐私的这种私人的空间的话呢，那就要到我们这种三楼的私人派对包厢，就是这里，非常的高级。小包厢的话可以容纳30人，大包厢的话可以容纳至40人，你想玩什么都可以。女性的榜样，唱腔，谢谢你啦。
好玩吗？其实太好